等一下，我刚录掉。好，再开始。不是，在哪？不是，放到哪去了？是吧？
不是，哦，对对对，是，哇，算了，搞错了，是，这个琴的高音要甜润一些，那个的。 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就。<笑><笑>
你来的柴可夫斯基开头。不是。
Thank you.
喜欢这个吗？这琴是多少年的呀？它上面写的是1734吧？1741。啊，1741。呀，OK，1741。嗯。这个特别亮，把我发现特别好。呀。来点那个啥，那个西贝柳斯的那个。背什么？已经不会背了。背了，回头忘了。要买的那个黑的那个，这个就褐色的。不过这琴也相当好。对，好了，我刚才没把这个话录下来。
没有这个琴真值啊，以后说不定。yeah. 就那褐色的那种吧，就他要买的话就那个，就是他刚才拿的。哎，你拉一下你自己琴吧，啊，我听听。你自己琴在这个，在这个垫子上。这是你的琴吗？不是我的，那个不是我找我的琴。呀，你的意大利的新琴。哦，这是你。哎，2007年的新琴。我的，嗯。他自己2007年的新琴。我的这个琴声音不大，而且我好像换起来了。喜欢那个呀，那挺不错，那挺不错。一起拉可以吗？
Thank you.
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就不好了，不行了。是我自己上的油漆，我自己做的油漆，当时那个来的时候旋钮都碎成渣了，就这个琴了，旋钮都成渣子了。
很老了，这个琴很老的一把琴啊。声音算是熟透了，熟透了。
两个到一起吧。嗯。来试一下。你们喜欢就是那种在我耳边鼻音特别大的那种、OK， 我本人不喜欢这个 OK 那个、yeah. 那个黄的那个啊、这个、黄的那个行、那个、很好、这个、yeah. 嗯、OK 干净的这个声音啊挺干净的、那个、也是、嗯啊、这琴到我那去的都不能拉、哦、赶紧把那个给 找个 好人家上老人家卖了对就是要然后最大限度的发挥，然后它发挥作用哈，然后它去上舞台哈，啊、不能躺在家里。你放在家里面，你不用的话，就真的是浪费了。Yeah, OK， 好。或者你可以借给别人，就是别人没出去比赛，我那个邻居有一个小孩啊，要去参加比赛的时候，他爸爸带他到我家来挑琴，他一眼就看中这个，他拉了也是拉了这几把琴以后，他也盯着这个了，对，也是看中这个琴。有很有力的，有张力。啊，哎呀，非常感谢。